你说人和鸟的区别在哪儿鸟至少不会傻不愣登的跑这么远来上学。你这不废话吗？鸟不用上学。那你啥意思？我意思，鸟也得跑远路啊，找食儿啥的，跟人不是差不多吗？但鸟找食儿，飞个不多会儿不就飞回去了，咱这回去还得等几个月。啥呀？走吧，别在这儿看鸟。但我现在有点不舒服，我得先回家了。那我先陪他回去了，拜拜。拜拜，新年快乐。春节快乐。